你要帮哪个女人制造麻烦，我管不了你。但是我不准，不准你替叶有礼制造任何麻烦。我告诉你，我最大的麻烦就是你。你以后啊，不用煮给我吃了啦。如果叶有礼不会的话，那我就今天跟他说说，我先跟他讲讲，让他知道这个情形，不就好了吗？傻瓜，你是我最好的妹妹耶。医生，我爸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状况紧急，需要马上到处，流血会不会血不够？我弟跟我爸血迹不合适，请暂时不要告诉我的家人。虽然不懂事，他不拆我们房子了。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见董事长一面？我想当面跟他道谢，告诉我段雨乔现在人在哪里，我马上走。雨乔现在在比赛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说不定在医院会等到他。现在别管这个了，有没有我爸的消息？振作，Long five, try pump。少爷，别再像只病猫一样，你的实力在哪里呀？比赛的最后一局了。有没有我爸的消息？现在别管这个了。有没有我爸的消息？振作，你要是失去得到天王头衔，难过的听到没有？李成哥，有礼，快走！
三。四。站起来！你起来，起来！六。你说过格斗天王是永不败的，你说过格斗天王是永不败的，不是吗？抬头看我。你不可以认输。起来。We sail on together. 七。We drift in the pond. 起来。八。You are by my side. 九。金龙，出去。谢谢你来。你要干什么了？金龙，你不要碰我！你放开！不放！你已经把心给了我。我为什么要放开你？谁把心给你了？如果你没有把心给了我，你为什么跑来看我比赛？如果你没有把心给了我，你为什么在我比赛快输的时候，跑到台前来为我加油，让我起死回生？我像个隐形人，逗你开心，逗你笑，但你总是看不见。难道要很多考验？你为什么要逼我？尤里，你不会没有原因的踏进比赛场地。更不会莫名其妙带给我反败为胜的力量。
其实你的心里跟我一样清楚为什么，不是吗？我挨打，你会痛；我流血，你会哭。你明明喜欢我，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开？我输了。在你的面前，我彻彻底底也输了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。你给我说清楚！你想知道什么？太强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幸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有人从小就没有父亲，连唯一的母亲也受尽忧郁症的折磨而死，你能想象吗？温暖、依赖，这些家庭的亲情都离我好遥远。我的生活里就只有靠自己，所以我必须伪装，必须强悍，是不会懂的。我父亲，格斗天王，是众人的强者。他承诺要给的爱，要照顾的人，该打造的幸福，他通通都可以背叛抛弃。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诺言是真的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那些伤害你的人，而对其他人失去信心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受过伤。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没有永久的爱情，就只有永远的伤口。已经发生过的事，我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我也没有办法让它消失。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我不要听。你给我转过头来听我说清楚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永远不会走开，永远不会消失。相信我。饶了我好不好？承诺对你来说，最多只是辜负一个人。可是，一个破灭的承诺，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，对我来说，世界是会崩盘的。因其名言，没有男人是值得你为他流泪的，值得那一个不会让你哭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就不会让他哭？喜欢一个人最糟糕的方式，就是明知道他不喜欢你，却还像牛皮糖一样死面黏在他身边。我这种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方式是最有效的，你懂什么啊？杀手级的，无聊，幼稚。你说什么？好好说清楚。说什么？把话说清楚。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把话跟你讲清楚。第一，我魏英奇欠什么人人情都爽，就是欠你段宇桥的最不爽。25万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So，
第二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态度，你只管自己爽，不管别人心里的负担有多大，你会不会太自私啊？我的态度关你什么事？你的态度是不关我的事，但你影响到叶幽里就关我的事。我警告你哦，不准再把他弄哭。我也警告你，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。段雨桥，我不会放弃幽里的。我也是。雨桥哥真过分，居然放我鸽子。小姐，干嘛？车厂里的人来了。车厂里的人来干我什么事啊？可是家里都没有人呢。朵儿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那个车子需要大审修一番，这个是估价单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刹车油管断裂了是主要的肇事原因，不过什么啦？不知道段董事长在外面有没有跟人家结怨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刹车油管断的地方像是被人剪断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爸他人这么好，大家尊敬他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有人想害他？何况他是今天早上临时换车子的。看见 Tiger 从车库里走出来，还把那些害人的东西丢到垃圾桶里。那是 Tiger 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Tiger 是你的人，你不说他敢做吗？一号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？你说我？妈。妈，这种人我们不用跟他多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报警。朵儿，不行，你去啊。去跟全世界说，去揭发我，去拆穿我。你以为这样子段云伯就会感激你吗？你以为这样子你跟妈就有好日子过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外人，随时可以一刀两断的外人。你没有资格做决定，他是我爸，不是你爸。你没有资格做决定，你没有资格。雨桥，你不要骗我！你骗我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朵儿，朵儿，朵儿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这样会毁了我们一家人的。妈，你不要听他的，爸不会这样对我们的。是吗？那段雨桥，你的雨桥，你对他也是这么有把握吗？不怕被我拖累，让跟雨桥距离越来越远吗？不要脸！朵儿，朵儿，严浩，你就不要再刺激你妹了。朵儿，听妈的话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，谁也别说出去，好不好？妈，朵儿，妈求你，妈求你，可以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这个家，今天拥有这一切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。你忍心破坏它，你舍得吗？你哥大一定是一时气不过，才会叫人破坏车子来发泄他的情绪的。他没有想到会闯下大祸，他绝对不是有心要害雨桥的，绝对不是的。所以，不要让这一个误会破坏了我们这个家的和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朵儿？朵儿，这次我先放过你，并不表示为难，是看在妈的面子上。你要是敢再使坏的话，保证送你去坐牢。严浩，妈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我不在乎红尘一生谁最大声，为什么要放开你？难道要很多考验？我挨打，你会痛；我流血，你会哭。你明明喜欢我，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开？我输了，在你的面前，我彻彻底底的输了。想象只敢暗恋，就是不敢放手追。难道要很多考验，还要很多抱歉，才能够证明我会爱你到永远？三总，确定尤里睡了吗？灯都没有开，当然已经睡了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一定早睡了。那等下被他发现怎么办？对，万一被发现呢？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啊，已经太晚了。走啊！喂，你不要进来！鬼鬼祟祟不睡觉，想出去干嘛？怎么办？平常不是很爱讲话的吗？怎么现在都不讲了？嗯，好啊，既然大家都不讲的话，通通的
困我们去睡觉，一个也不准出去。不行了，那英奇哥怎么办？问英奇，他怎么了？干嘛啦？你跟英奇哥去打格斗是为了赚钱，又不是去做坏事。打格斗赚钱？你们是要去什么鬼地方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绝对不是去参加地下格斗馆的赌局。地下格斗赌局？秋元，你都说出来了，这样老板娘用脚想也知道，三龙跟英奇是套招作弊了嘛 ？God， 你们两个害死我了！三龙。老板，这是我想替 TFKC 搞点噱头，带起来看看。Tiger， 去跟他过两招。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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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啊，上啊，是啊，上啊。这叫格斗，不叫打架。这里不要跟他爱跟，在那边等啊。温琪，这么早来干嘛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早点来，早点回去啊。你的人呢？我的人待会就到了。OK 啦，讲好了哦，五五分账啊。兄弟啊，我这里打靠招二八分，算你三七，很给面子了啦。你以为你谁啊？段宇桥啊？哎，英奇哥虽然不是段宇桥，可是他有跟段宇桥打过哎。虽然跟段宇桥打过，但是啊，但是对我来说不一样。规矩就是规矩。又见面了，没想到你还真缺钱，居然跑来我这里打假拳。难道没人告诉你，办段宇桥所赐那笔25万已经一笔勾销了吗？那笔钱勾不勾销，我魏英奇说了算，不是你说，更不是他说，懂不懂？不用急，要气魄。少哈拉，我知道你师姐的幕后老板，给不给打？一句话。本来是不可以，但是托段宇桥之福，给你一次机会。Fiber 拳头，三分钟，只要你能撑过三分钟，我不但给你25万去跟段宇桥抢，再给你25万。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机会？因为我高兴，我喜欢。魏一奇。Yuri， 你怎么会来？三楼，在搞什么啊你？老板娘，你害我被骂。闭嘴！魏英奇，你跟三楼套招打假拳，是不要脸；跟段元浩打交道，就是不要命。不要脸和不要命，你也做个选择。从你这句话，我听得出来你很关心我。哎，你很……你放心，我要脸。也要命。三分钟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三分钟预备。开始。
一起跳！加油！加油！打死他！加油！难看！打打打打！哎，先讲好，不打脸啊！对手，这样好了，我换一个人跟你打，但是规则一样。泰哥，时间还有两分钟。1分40秒。55秒。30 seconds。35秒。时间已经到了，可是他刚刚倒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表还有10秒。真的很抱歉啊，你们输了。至于那25万，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欠着我弟弟。蛋才会好喝，是啊，嗯。哎，小葵啊，嗯，你好像很喜欢他哦。没有啊。是哦，那为什么他在打架的时候，你比谁都还紧张？
而且还哭了。那是因为那边有打架的地方是没有洋葱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找借口。你知道吗？我刚认识英奇哥的时候，我才五岁，我从小就爱跟他屁股后面跑。在老街那边，我们就像兄妹一样，甚至比亲兄妹还要亲哦。是哦，真好。我都没有兄弟姐妹，就只有一个人。你不是还有三龙他们吗？还有我，还有英奇哥啊。哎，这个蛋真的可以消除淤青啊？老人家说有效啊，试试看咯，多少减轻一点嘛。要不然英奇哥回家才不会被他老妈 K 得太惨。你知不知道阿彩最恨英奇哥动不动就挂彩？是哦，他常常这样啊。对啊。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受伤然后引起妈妈注意的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也常这样啊。有的时候啊是真的被人家欺负了，有的时候是故意让自己受伤的。不管是会被挨骂也好，会受到心疼也好，只要是能够引起妈妈注意那就好了。好怪哦，你们干嘛那么麻烦啊？好好沟通不就好了吗？那也要看有没有对象啊。哎，这些蛋够吗？应该够了。那你拿去帮他用好了。你去帮他啦，这边我来整理就好了。哦，听了他又吹干了，却是好机会。王云奇，你还好吧？看见打不死眼中的泪，不该让你陪着我受罪。痛啊！好啦，我轻点了。看你摇着头说不后悔，让我放。还敢要我好好照顾身体？那你呢？哎，我病人哎。你见过大脚羚羊没有啊？两只公的整天在那里撞来撞去的，就是为了要比谁比较强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双脚是永远不会累的，也没有一颗心永远是坚强的。偶尔脆弱一下，又不会有人笑你。英雄的代价是很惨痛的。小姐，你这样跟男生告白会把他吓跑的。告你个头。我病人呢。你对我这么凶，你的痛是控制在我手上的哦。你不要逼我。怎样？我认输。够没了。小丽小丽小丽。哎呀，又能问谁？你就逼我。只求自己问心后愧。
确定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这样做。你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可是现在动手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段永乔醒过来，你一样是部署，一样是下毒。你什么时候进来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帮你剪指甲。神经病！你看，你看爸的脸，一定是在照顾的时候不小心把爸的脸划伤了。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不是不小心，你是太累了。拿来吧，我来帮你剪。来，让你帮我剪指甲，感觉好怪。你呀，做事一向粗心大意。小的时候，连指甲都是用咬的。还是我帮你剪吧。书写给老爸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在忙啊，段先生。拿这个指甲，去跟段董事长的 DNA 做比对，鉴定出来的报告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是，记住，只能告诉我。一奇啊，我要去做生意了，帮我把东西拿下来。哦。啊！哎呦，我这样被他看到，已经被打死了。我练过轻功啊，有事情那么慢吞吞。等一下，过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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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管你什么敢上班，你在哪站好站好站好，你是庄孝伟哦，外面太阳有那么大啊？哈，哦感冒哦，哦感冒感冒，我看看。他很冷啊。你在干什么？应该问你自己在干什么。我要把他推起来。推起来又怎样？你又推不起来。证明我有能力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证明我在乎你、喜欢你，可以吗？你今天有个女人，孤男寡女在同一个房间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你想侵占爸的公司？你想谋夺他的财产？这不是爸的，这是他们欠我。我警告过你啊，要是敢再使坏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心念，梦在蔓延。
相信我，如果我能保住王者之魂，跟你一定有很大的关系。藏着多少危险。